乱七八糟。咱的上课情形拢有伫网页内底，哦，啊，所以这拢有啦，吼、哦。
那听不清楚，等于佫开这起来吼。即、哦这个 mineral information doesn't transfer sovereignty 吼、哦，袂当 transfer 转移啊，军事占领不能转移，转移，哦，占领不能，袂当算吼。啊来，占领国必须承担例行保护。一，新民甲咱讲，美国咱即摆咧做就是讲，啊，美国台湾占领。虽然你是超过臭头啊的第二次的占领，但是你主要美国是主要占领人口，你来爱来搞，爱来搞我的安全提供嘛吼，这拢你拢爱来搞啦吼。再来第三条，流亡政府不分吼，这怎样？就是合法合在流亡资金管制。再来第四条，占领国必须避免其人口的迁移或租出占领地区，以改变占领地区是人民的组织结构。啊，无啦，伊1949年，啊，足侪难民入来啊，因拢做农民呐，迄种违反国际法。啊，我讲国籍的变更嘛，应该符合自动意愿，啊，含理由，法律上该定义啦，啊，咱拢懂啊。伊个1949，啊，咱讲是台湾集体规划，啊，迄有种世界吼违反，迄个违反吼。来，今麦吼，简单来讲吼，这个领土吼，啊，含迄个殖民地，土地是分两种的，一种是领土，一种殖民地，吼、哦。territory 领土，啊，咱就要甲形容讲什么区域、领土啊，什么的，什么讲，神圣不可分割，还有形容词啊，区域，反正是领土。territory 就是袂使管理啊，哦，领土是袂使管理。啊来，殖民地也使管理。我再讲到这，简单讲下。咱当时签条挂号，日本天皇的是，咱哩就是啥？殖民地，叫伊们都较自由，自作自地。啊哦啊，那英语是写讲那个 colony， 啊，含迄个 territory 两种个。啊，两种，咱哩准是迄个。Colony 就是殖民地，啊，所以迄阵1895年会使挂号日本天皇，也是殖民地可以割让吼，啊，像米西战争、西班牙战事，伊将以前也都许个，迄个波多黎各、九个、武汉、菲律宾，迄种是殖民地，伊挂号美国啊，反正殖民地才会当挂，啊，领土绝对袂使挂吼来。啊，即个讲起来，这几条我免讲啊，即个上头都讲过，这五条很多台湾都讲起来，即个来，较要紧的是这啦，来，台湾的真实国际地位为日俗美战，这日本是这样，天皇在搞，日本天皇的哦，大家记，不是日本政府的啊，这政府跟你有上头，我上头，到台湾这，那是日本天皇的哦，啊来，美国立场是这样的。美国的军事政府啦 ，U.S. 就是美国 ，Military Government 军事政府占领的啦，美国军事加跟你的机器 Government，The Government 就是政府，美军 U.S. 美国军事政府来占领，啊 ，R.O.C. 来去的吼，来，旧金山合约拢做27条啊，吼，啊，咱有看过。这个旧金山合约27条，哦，我来讲一个，伊的关键，互咱知影就是讲，伊来这个27条哦，1959年是到1959年这五日在开会啦，啊，开到1958年哦，开始要签约啦，啊，这个52个国家内底哦，有3个无签约，就是苏联、啊跟波兰、跟捷克，3个无签，啊，所以有这个签约的吼，有签约的，这个签约的吼。到后生就签了40多国个啊！啊，即摆伊迄阵有规定讲，签了了，你爱要等于恁个国家个迄个议会去引准了，啊，搁送个，啊，有效。结果就有3个没有送来，印尼、哥伦比亚、卢森堡3个未批准。所以，旧金山合约4月2日生效已经吼，啊，40多个国家签名，啊，即40多个国家内底。ROC 没有 ，PROC 也没有，
P， 咱即个知影啦 ，P 就是 people， 就是人民政府啊，哦 ，people 就是中共啦，吼 ，People Republic of China， 哦 ，PROC， 咱用 PROC 来记，啊是 ROC， 是 PROC， 吼，这两个拢无签着，签着这个旧金山号，啊，这个旧金山号二十七条内底，两条跟台湾有关系呢，啊，二十七条哦，拢无触犯着啥，天龙，哦，这重要紧个。拢无触犯到天龙，不管你啥，拢无碰到天龙。啊，所以台湾这个土地是天龙的嘛？有对一条条路，他讲不是，无啊，没有那个条约说从日本天皇的手中拿掉。来，这个条约吼，有两条是二十七条吼，拢总二十七条，拢无讲着处分着天皇的。啊，对台湾有关系的，来恁再管，就是。第二条，哦，咱秘书两班做些个，Japan renounces all right， 哦 ，and title， 啊，甲那个 claim， 我讲哦，就别讲那个，红的那个对红的啦 ，all right， 啊，这 renounces 是放弃啦 ，all right 就是这个一切权利，啊 ，title 就是这个权利名义，啊，咱们这 claim 就是要求，哦，我农业是咱这就是伊的发展啦，吼。哦，日本放弃对台湾本土本岛的赢得一切权利、权利名义和要求。哦，这是二十三条，但是二十三条加上啥 ？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s a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， 这是主要占领全国。哎，我们稍微下个就是这，咱台湾是其中一个美国占领，这点好有来电的下。你咩啊？啊，村诶，所以是危险的，是安尼。我比如说，写个情形就是，村诶好用哦，无啥好，因为这是世界公法。啊，来，你开罗先的，好。啊、来，要唔只讲开罗先？即、這个咱这个有心情就是，即个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号，即、這个由杜鲁门所核准，啊，伊在参谋会议拟定了叫做托尔曼加核准了。啊！甲伫一九四五年九月初二对日本首相去发布，哦，八月十七号，命令蒋介石代表日本接受在台湾的日本军的投降的，哦，美国为日本台湾的殖民者不还分配缅军的殖民军，伊分配对哦，和蒋介石来管台湾，啊，佫是啥所在？没有，袂好查台湾状况。台湾、第一个，这两个所在拢是麦阿瑟，连连就该先去接受日军的投降，哦，啊又去哦，啊你知影台湾哦，无啥物件啦，但是佫食袂饱嘞，啊台湾汤也多，米也多，大行多，啊所以来吃哦，收看，啊伫迄个台湾哦，伊无米通收啦。啊，哥，胡志明也厉害。胡志明哦，比较厉害。伊看伊去连续法军、法国，我过来给你管。伊古早是法国的嘛，我过来给你管。啊，你查这个，伊唔讲错啊，迄种就担心啦。我讲你查搬走，啊，真正，啊就担心去偷半单啦。伊嘛是讲，当时我真失败了。啊，无物件啊，收我物，啊，台湾听就好。伊当归搬来台湾，哦，啊，所以八万以后，医生。美国有人有名伊去接管北湾的哦，啊伊也讲伊法国出来讲嘛，啊伊来是讲啊好，哎，迄个无啥使讲，啊等讲，啊做台湾吼，来，哦，重要性的就是这个吼，一九四五年四月初，天龙下诏书讲。大日本帝国的明治宪法实施在台湾，这个最要紧哦。明治宪法实施在台湾，啊，这个实施台湾哦，伊哦，伊有经过国际法，啊，咱谈下咧。国际法内底，伊古早，甲迄个嘛是伊的迄、那个，伊的迄、那个，唔是伊靠拢物件，伊的殖民地呢，但是伊照国际法内底去甲繁民化，啊去甲变，啊变做伊的领土。北海道头仔嘛是，唔是领土哦，头仔是吼有人靠拢伊尔，
哦，有那是殖民地的，伊甲变作啊，台湾伊嘛是照伊个国际法，你甲是皇民化，就是要甲变作变土。啊，对，1937开始做，1937做到1945的时候，他正式公布迄个日本领地民事宪法实施在台湾。啊，所以这个实施在台湾的意思就是台湾变作日本的什么？领土，伊要来讲固有领土神圣不可分割，看你要哪形容，我袂要紧，就是领土啦。哦，来，苏摩尼变作领土啦。哎，那个1937啊，一开始叶石是皇兵化，37啊到苏摩，差不多八当的时间来做那个皇兵化呢，哦有无？改日本名，我嘛是本来是日本名，啊，即摆啊改做三民省名。我较早日本名嘛是安，我是交好十六年先生诶吼，所以阮有人四五个拢还是日本人啊。来，三七到四五哦，他皇民化，毋是我白讲啊。好，今天开始皇民化，明天就变成民主，毋是安怎？世界公法内底袂使安怎？伊有照世界公法来，所以伊就四五来，啊，即摆讲咧，你开罗，我真来处理。哦，1937到印度，啊，好啦，啊，开始属于开始有征兵啦，较早叫做军夫啦，啊，叫做义勇军啦，四月初了的征兵叫做啥？皇军啦，迄阵就变成皇军啦，哦，啊，志愿军啊，哦，志愿军是迄个 colony， 迄个殖民地的时候叫做。叫做义勇军，啊做军夫，啊做啥？你到正式是领土时，就当兵做皇军了，日本皇军啊、哦。台湾变成日本神圣不可分割，这你不要讲，日本都建成领土了啊、哦。如辽东半岛，哦，咱知辽东半岛东西甲午战争嘛是挂好日本，啊是安怎袂当？伊是固，伊是领土，伊是领土，啊，所以袂使怪，怪怪啊，就搁行啦。啊，日本敢搁赔十万，伊就赔钱啊，是真吼。哎，所以土地就是袂当怪，土地就是袂当怪。来，维顺少年书，来，这是1979吼，是一个要紧的。1979吼，这个美国先领 PROC 啊，吼。先领 PROC 啊，先领迄个中国共产党做起啊，啊所以台湾这边啊，伊从官兵去断交了吼，断交了台湾伊就迄阵伊无法通管，官兵去做一个美国的国内法，就是台湾关系法，美国国内，你四月拆掉，伊追溯来代替台湾关系法来替代，麦迄个迄阵是迄个麦阿萨，迄个第一号兵兵吼，伊是叫。伊个就开始来接的，迄个命令，因为即个抗中国更高了，迄个命令无效去，啊，所以赶紧做起台湾关系法，哦，啊，即台湾关系法是咧讲 people on 台湾的哦，毋是咧讲咱哦，所有种到底台湾的哦，哦，马加萨 ，Lucas F. 马加萨，即个活几岁？啊，你几岁？84岁，吼、哦，我那等会时，啊伊。哦，伊个伊伊派伍偌出名，若讲着马卡萨吼，就是伊派伍最出名啦吼。派过来，马卡萨。诶，五星上将诶，伊真正讲啥诶？伊讲啥？啊，就介些垃圾话，伊挂讲啥诶？只是只只讲啥，爱家己挂啦。来，爱你即个1979哦，四月初，因那个代理美国先生的授权书改称台湾主权当时，伊现在不再称为中华民国了，用台湾 authority 就是台湾自治独立。你讲因是台湾自治独立，伊无讲伊是中华民国，因为伊无承认中华民国啊，吼，伊承认 PROC 啊。啊，所以这个条约哦，追溯到1月1号，那条伊赶紧定这个期间也出做伊哦，追溯到以安生伊这个土地占条嘞，哦，对伊为前提啊。啊吼，就是我们韩战爆发吼，又着蒋介石，
陪审小峰就在这个蛋黄一年只飞二年华工三年少蛋五年成功，哦，人家就是的。万一什么科举下这种发现的，下不得。哎，那时候真的是这样啊，啊，一年只飞二年华工，黄龙大陆七，他来，就是安尼哦，婆罗门、杜鲁门，他实际情况就开始无法度来对抗共产党，因为美军到比较寒冬哦，他们那个。他们那个北韩那打哦，迄个中国来个支援，用人海战术来，这边一百个人上前线去，那就走，那阿伯多阿伯钱，那也上前线，那你美军这边要来断无？唔敢断，敢切嘞？啊，你要来断无？嘛是爱来断，他说些惨不忍睹啊！哦，那美军手软了呀，他怕，哎，都无武器啊，他没有武器啊。啊，就是这样。啊，他成功诶，这个修改设计吼，唔知安那会当来帮忙，消毒共产党。迄阵修改设计用上亿费，用那种生意开人做啊。啊，结果救着人，汉奸救着人，亚洲的局势通通改变了。来，开国宣言吼，就怎样？今天是伫1943哦。伫迄个大战结束之前，两冬前就开个，伊个开啥物呢？在伊个宣言吼，写讲日本自中国偷得的所有领土，这是台湾民国个写的。伊写讲日本去啊，靠个偷嘞，你慢慢条约割让你啊，靠个偷嘞。比如满洲台湾澎湖应该归还给中华民国，这都是，啊，是迄阵吼。一阵啊，一阵还阁是台湾还阁是迄个殖民地啊，一阵还袂迄个，哦，一阵可能那是战争是结束吼，已经融合了。啊，因为伊写这个了，伊到1945年4月7日，咱台湾已经统合了，到战争所以无法哩，哦，所以基本上知影无法哩。啊，搁一个，这个波士顿宣言，这个名称，日本是8月15日投降的啦，吼，啊，伊先8月10日。伊讲哦，这波士顿宣言是讲，声明三国在战胜纳粹德国后，依起致力于战胜日本以及一行开罗宣言等对。啊，但是加对台湾唔好，台湾已经 territory 已经是日本的领土，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，西边条约来咯，中国，哦，所以日苏你战，那边共主攻啊，你哪里来啊？哦，美国正面的啊，啊你不笑的啊，你拢袂当甲动啊，啊美国，伊个就是在和平条约23条，写讲美军是主要占领全国啊，哦，啊，今天是在说国语，我要讲的啦，这是只，考试一下，你比如说你看，你看，你看左边那有对不对？太有不一样了，啊？对了，2004年12月2号，那个南亚海啸，哦，2004年，啊，我是2006年1月去的啦，吼，啊，这我去的啦，吼，哎，我足晒，我嘛今天无咧讲啥，啊，我要甲基督徒讲迄个圣托马斯，罗马。哦，伊即、這个伊张唔在，但下来迄张，咁你敢袂敢找出来？哦，遐一个教会，啊一个迄，迄、那个耶稣一个学生，十二个学生其中一个，伊哦讲耶稣多啊，伊讲我较死东西，你无我甲蒙伊耳朵，耳朵叫枪插一个啦。伊讲我要甲蒙伊耳朵，看有影有枪插着，啊若有我敢要相信？啊耶稣基督，来。到那里你去来讲，人家你讲一个，哦，来，这个就是这个罗马，啊，这个耶稣啦，有无？哦，啊，我有去伊的头前哦，上啊，但是伊这个哦到尾哦，有人去到这个啦，有人去到那个，这是印度的人，明年我来去的所在，那个所在，有人足。中国某个所在啦吼，伊可能叫印度人甲写诗个，
哦，啊，伊城市了，伊的尸体，我讲这真实呢，就是伊写讲，那讲这是坟墓 of Saint Thomas S A I N T 啊 ，Saint Thomas 多嘛，哦，伊都所知影应该多伊的多嘛，哦，我听着多伊的多嘛，就是对迄、那个伊说人家招来印度这团结。啊，伊有人用用，伊用印度人甲甲拍死哦。啊，这伊的梦，伊的代志啊。哦，啊，这就无啥难讲啦。迄个，今仔日吼，啊，准备做一下代志，无时间讲过啦。哦，无时间讲。啊，咱是讲去帮到。但是我家己的经验都较上了吼，你转去若无讲安尼说，搁回两个啊，你可能讲无话，啊讲袂赢啦，你爱家己做，家己整理，家己头壳。啊，我即摆咧可能讲拢靠我多，头啊转去，头啊你头壳来转去吼，不行啊，两面袂行，两面，哎，啊所以网络较严谨看，你即摆迄个秘书长提迄个，啊是，咱来上课吼。你等于拢看会着，哦，大家个拢你也看，看迄个秘书就讲啥讲啥讲啥，大家拢看。爱去整理整理家己头壳一个，你要懂个是安那，爱去整理出来。你干呐听听嘞，啊，这个我知，到时你大家唔知。实际上干是讲拢大家知啦。所以落去班啦，你哪无可以有你办理那是要做官员的呢？啊，永久的官员呢？啊，啊，都是这样，福州我唔知啊。那台南州吼，台南州的人吼，你拜托，迄咱院长讲的吼，你看你咱拜三拜四，你会出现精神安那，哦，所以你逐摆来去，又去签名无？爱签，爱看你会签的嘿吼，哦，你要拜较大。啊，哪个无签的哦？啊，哪个院长啊，你做？啊，我去护士做，你刚来啥的？去听人讲来啥的？去先生。哦，我白酒哦，有嘛有啦，但是台南酒特别拢有咧。你去签名，还有咧做啊？伊又讲个啦，拢你签愈侪哦，把你个牌愈大啦，吓。所以爱签愈侪，爱签愈侪啊！谢谢好，啊，谢谢大家。各位掌声响起来。行嘞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总裁。